馆。城隍均点二人，公使六人，凡诸府集结镇并依此制。诸防次州军辖一员，掌统都军，兼巡捕，人与司后同管。陈璧均点二人。诸抚州兵马前辖一员，从六品，掌巡捕盗贼。若有盗，则总押随处巡卫，并立擒捕。司隶二人。京兆、咸平、济南、凤翔、莱、密、益、巩州并依此制，为京兆、咸平府治兵马都。前辖于并审，诸巡检中都、东北都巡检使一员，镇七品。通州治司分管大兴、扩阴、昌平、通、顺、济、瀛州界盗贼事，司隶一人，掌行署文书。马军十五人，于五位马军内选少壮熟贤公马仁冲。西南都巡检一员，镇七品。良乡县治司分管良乡、宛平、安次、永清县并捉益州界盗贼事。诸州都巡检使各一员，镇七品；副都巡检使各一员，镇八品。司隶各一人。右肃、四、唐、邓、察、伯、陈、尹、德、华、和、陇、泰等州并西北路依此制，余不加，使自散巡检，镇九品。内四州以管沟排案兼之，皆设副巡检一员为之左右的显要处置司。唐、邓、肃、四、尹、寿、彩等州及原编二十五处置。大定二十二年，广宁府大釜山置巡检司。明昌五年七月，深蔡州刘辉村置巡检潼关，官使兼稽查官，镇七品，长官进稽查兼委及管要。启弼副稽查，镇九品，长任使之事。司隶二人，女职汉人，各一居庸关、紫荆关、通惠关、惠安官及他官，皆设使从七品。大庆官 PG 814。管沟河桥关兼稽查事一员，镇八品。长解细浮桥、济渡州及巡视河道、修完扫案、兼律扫兵四十公役，栽植于柳玉备物料、稽查监委等事，同管沟一员。司隶二人，女职汉人，各一人。九鼎大洋京度为治稽查官一员，孟京度稽查一员，镇八品，长稽查监委，副稽查一员，镇九品。司隶二人。提举稽查使，镇五品；副使从五品。陕西一员，河南二员。南迁至稽查使，从七品；副使镇八品。南迁后，陕西至于秦州，河南至于唐、邓、齐、寿四五州。提举秦、兰两官，提举从五品，同提举镇六品。南迁后至提举三门及京南北岸，镇六品。南迁后至延淮稽查使，从五品。管沟四州兼排案巡检，镇九品。诸边疆镇江一员，
正七品，掌提控部宝将，轮番巡守边境。副将一员，正八品，部将一员，正九品，轮番巡守边境。对江正九品，陆延九江，庆阳十江，临洮十四江，凤翔十六江，河东三江，并依此制。统军司河南、山西、陕西、益都，使一员正三品，都领军马正设风锤，分营卫视察监。副统军一员正四品，判官一员从五品，纪纲庶务迁判司事。大定九年制，知事一员从七品，知法二员从八品，女职汉人各一，书史十三人，女职八人，汉人五人，掌行署文读，上明兼印，首当官四人，一书四人，通事一人，超事一人，公使五十人。河南依此至山东不设判官，知法以益都府知法兼之，招讨司。三处置西北路、西南路、东北路，使一员正三品，副招讨使二员从四品，招怀将副征讨协理判官一 PG 815员从六品，纪纲职务迁判司事。勘事官一员从七品，知事一员正八品，知法二员从八品，女职汉人各一，司吏十九人，一人三人，通事六人，内诸部三人，河西一人，宜剌三十人，以上各充都管，超市一人，公使五十人，西北路增刊士官一员，东北路不治汉人之法，朱猛安、谋克利焉。猛安从四品，掌修理军务，训练武艺，劝客农桑于同防御。司隶四人，役一人，踏马差役人数并同就立。朱谋克从五品，掌府籍军户，训练武艺，为部管长平仓于同县令。女职司隶一人，一人一人，踏马朱部族节度使，节度使一员从三品，统治各部政府诸军于同州节度。副使一员从五品，判官一员，知法一员，司隶四人，女职汉人各半，通事一人，一人一人，踏马又部罗火部族、吐鲁浑部族并依此制。朱展祥稳一员从五品，掌手术边保于同谋客。黄统八年六月设本班左右祥稳，定为从五品。模糊一员从八品，掌二祥稳。司使三人，齐尼坤掌本展差役等事，踏马随从也。咩展、唐古展、宜剌展、木典展、古典展、施鲁展并依此制，为施鲁展天设一人一名。市民须知，某年有慈摩典展、湖都展、侠马展、无施鲁展、宜典展。朱以礼锦司，以礼锦一员从八品，分掌部族村寨事。
司隶女职一人，汉人一人。席尼坤掌本斩差役等事，踏马。右土鲁浑不足南北以礼景司依此制。布罗火不足左右以礼景司。至女职司隶一人。诸突礼。突礼一员，从七品。掌部落辞讼、防察违背等事。女职司隶一人，通事一人。诸群牧所，右国言为乌鲁古。提控诸乌鲁古一员，正四品。PG 816。明昌四年至。是年以安远大将军上旧局使时抹真兼庆州刺史为之，设女职司隶三人，役一人，通事一人，使一员，从四品。国言作乌鲁古使，副使一员，从六品。长检校群牧畜养番袭之，是判官一员，正八品。掌迁判本所事，知法一员，从八品。女职司隶四人，一人一人，踏马十六人，十八人，副五人，判三人。右设扫稳脱躲，分掌诸处，所谓牛马群子也。为板底因乌解推恩蒲仙群牧依此制。PG 817卷58至第39。百官寺福至初，穆宗之前，诸部长各刻姓牌，交互持意，训示扰人。太祖献意，自非穆宗之命，擅制牌号者治重法，自是号令史。一收国二年九月，始置金牌，后又有银牌、木牌之制。盖金牌以授万户，银牌以授蒙安，木牌则谋客、仆辇所配者也。故国初与空明宣投副军帅，以为公赏。地牌即国初之姓牌也。至皇统五年三月，复更造金银牌，其制皆不传。大定二十九年，制律由红字者，尚书沈文字沈帝用之。朱漆金字者，赤帝用之，并左右司掌之，有何帝文字，则牌送各部，驸马铺转地，日行250里，如台部别奉圣旨。文字亦给如上制。虎符之制，成安元年制，以礼官言，汉与郡国首相为同虎符，唐以同于符，起军旅亦守长等用之。制是斟酌汉唐典故，其符用虎，并五左一右，左者刘玉前，以示臣亲密者长之。其右副随路统军司、招讨司长官主之，却则次官主之。若发兵300人以上即征兵，召一本司长二官，从尚书省奏请左帝。一服进士局以囊封副主奏者，尚书备录圣旨，与服以函同封。用尚书省印记之，皆专使代牌持送至彼。主符者是其封，以有符刊合，然后奉行。若亦有参差者，不敢承用。主者复用囊封。注左符，上用直印，俱发兵状与符以本司印封，即日还复使者。PG 818。送尚书省已尽，乃更其封，以副内长之人。若复有事，左符已赐出，周而复使，仍各致力祝复受日月。若盗贼急速不容先臣，
者，虽三百人以上，其长兵官司亦许给付。随即言上，召集师行之。贞佑三年，更定枢密院用禄服、宣抚司用鱼服、统军司用虎符。若发银牌，若审副部及点检司者，左右司用霞封印验封交手。若发于他处，并封提押以霞助之，印制太子之宝。大定二十二年，世宗信上京，著守国之宝，以授皇太子。二十八年，世宗不遇，以皇太孙摄政，著摄政之宝。贞佑三年十二月，以皇太子手续控制枢密院，诏以京著辅君之宝，如世宗时制，于启禀之际用之，百官之印。天会六年，使诏给诸司，其前所带印记无问有，无心给，西上送官，敢逆者国有常现。至正隆元年，以内外官印新旧名及皆品大小不一，有用僚送旧印及契丹字者，遂定至命礼部更注焉。三师、三公、亲王、尚书令并金印方耳寸，重八十两，驼纽一字王印，方一寸七分半，金镀银重四十两，镀金三字。诸郡王印，方一寸六分半，金镀银重三十五两，镀金三字。国公无印，一品印，方一寸六分半，金镀银重三十五两，镀金三字。二品印，方一寸六分，金镀铜重二十六两。东宫三师，宰执与郡王同。三品印，方一寸五分半，铜重二十四两。四品印，方一寸五分，铜重二十两。五品印，方一寸四分，铜重二十两。六品印，一寸三分，铜重十六两。七品印，一寸二分，铜重十六两。八品印，一寸一分半，铜重十四两。九品印，一寸一分，铜重十四两。凡诸暨方一寸，铜重十四两。天德二年，行尚书省以其印小，遂命拟尚书省印小一等改注。大定二十四年二月，铸行尚书省、御史台，并左右三部印。PG 八百一十九，以从信上京。太和元年八月，安国君节度使高友龄言本州所掌印三，曰：安国君节度使之印，曰：行州观察使印。吏户礼案用之，曰：行州之印，兵行公案用之。以明时不正，其改注。宰臣奏谓节度使专行之事，自当用节度使印，观察使亦如之。其六曹提点所军兵民送，则当用本州印者为定制，上从之。太和八年闰四月，敕殿前都点检司一总管府吏注印，以金木水火土五字为号，如本司差人则给之铁券，以铁为之，状如卷瓦，刻字画栏，以金填之，外以玉宝为和，半留内府，以赏书公也。官告亲王，红遍地云气祥鸾锦表，
金銮五色罗十五幅，宝装锡轴一品，红遍地云鹤锦表，金云鹤五色罗十四幅，锡轴二品。三品，红遍地龟莲锦表，素五色绫十二幅，玳瑁轴四品。五品，红遍地水藻细鳞锦表，大白绫十幅，银里尖度轴，圆牙轴。成安四年改之，大安二年复改为金缕角轴。六品，七品，红遍地草锦表，小白绫八幅，角轴，大安加银缕。公主王妃与秦王同郡主县主夫人，红遍地瑞莲溪三翅锦表，金莲溪三翅五色罗十五幅。郡王夫人国夫人，红遍地芙蓉花锦表，金花五色绫十二幅，玳瑁轴。县君如人湘君，红遍地杂花锦表，素五色小绫十幅，银里尖度轴。轴之至如近二寸余大，前冠书之，两端复以西向为殿以匣之，可圆转如轮。金阁一品，红罗化云气盘龙锦表，金龙五色罗十七幅，宝装玉轴。二品，祥凤表，金凤罗十六幅，西轴。三品，四品，盘凤表，金凤罗十五幅。五品，祥鸾锦表，金鸾罗十四幅。以上幅皆用五色罗，轴皆用锡。六品，玉仙花锦表，金花五色绫十二幅。七 PG 八百二十品。八品，九品，太平花锦表，金花五色小绫十幅，轴皆用玳瑁。凡表皆红，幅皆五色。夫人以上至寿于赤寿，皆给本色锦囊，百官奉给。正一品，三诗前素三百贯石，曲米麦各五十称石，春衣罗五十匹，秋衣绫五十匹，春秋卷各二百匹，棉千两三公。前素二百五十贯石，曲米麦各四十称石，春衣罗四十匹，秋衣绫四十匹，春秋卷各一百五十匹，棉七百两。亲王尚书令，前素二百二十贯石，曲米麦各三十五称石，春衣罗三十五匹，秋衣绫三十五匹，春秋卷各一百二十匹，棉六百两。皇统二年定制，皇兄弟及子封一字王者为亲王，给二品俸于宗室，封一字王者以三品俸给之。天德二年以三师宰臣以下有以一官，而兼庶职者，即有亲王时其禄而复领他事者，前此并给以俸。今宜从一高，其兼职之俸并不重给。至大定二十六年，诏有一官而兼庶职，其兼职得罪亦不能免，而无领给可乎？遂以职务凡检定为分数，给兼职之俸。从一品，左右丞相都元帅、枢密使、郡王、开府仪同，前素二百贯石，曲米麦各三十称石，春秋衣罗绫各三十匹，绢各一百匹，棉五百两。平章政事，前素一百九十贯石，曲米麦各二十八称石，春罗秋绫各二十五匹，绢各九十五匹，棉四百五十两。大宗政，前素一百八十贯石，
屈米麦各二十五称十，罗林同上，卷各九十匹，年四百两。正二品，东宫三师，副元帅，左右丞，前粟一百五十贯石。屈米麦各二十二称十，春罗丘陵各二十二匹，卷各八十匹，年三百五十两。从二品，前粟一百四十贯石，屈米麦各二十称十，春罗丘陵各二十匹，卷各七十五匹，年三百两。同判大宗镇，前粟一百二十贯石，屈米麦各十八称十，春罗丘陵各十八匹，卷各七十匹，年二百五十两。PG 八百二十一。镇三品，前粟七十贯石，屈米麦各十六称十，春罗丘陵各十二匹，卷各五十五匹，年二百两。外观，前粟一百贯石，屈米麦各十五称十，卷各四十匹，年二百两，公田三十顷。统军使、招讨使、副使，前粟八十贯石，屈米麦十三称十，卷各三十五匹，年百六十两，公田二十五顷。都运、府尹，前粟七十贯石，屈米麦十二称十，卷各三十匹，年百四十两。天德二年，沈奏直官公田岁入有数，前此百姓各随公与旧书而立获贪冒，多取以伤民。移送之官仓，均定其数，与月俸随给。从三品，前粟六十贯石，屈米麦各十四称十，春秋一罗林各十匹，卷各五十匹，年百八十两。外观，前粟六十贯石，屈米麦各十称十，卷各二十五匹，年一百二十两，公田二十一顷。黄统元年二月，召诸官直具至三品而致仕者，俸禄欠人各给其半。正四品，前粟四十五贯石，屈米麦各十二称十，春秋一罗林各八匹，卷各四十匹，年一百五十两。外观，前粟四十五贯石，副统军前粟五十贯石，卷各二十二匹，年八十两，直田十七顷。余痛下，屈米麦各八称十，卷各二十匹，年七十两，公田十五顷，许带酒三十瓶，盐三十。从四品，前粟四十贯石，屈麦米各十称十，春秋罗林各六匹，卷各三十匹，年一百三十两。外观，前粟四十贯石，屈米麦各七称十，卷各十八匹，年六十两，公田十四顷。蒙安，前粟四十八贯石，余皆无乌鲁故事，同无直田。大定二十年，召蒙安谋客奉给，令运司折之银卷。沈臣义若姑素折之，各路运司处积多寡不均，宜令依旧之请牛头税粟。如遇凶年尽待与民，其奉则于前多禄府之放，钱少则之银卷亦未晚也，从之。正五品，前粟三十五贯石，屈米麦各八称十，春秋一罗林各五匹，卷各二十五匹，年一百两。外观，刺史、知军、盐使。PG 八百二十二。前粟三十五贯石，屈米麦各六称十，卷各十七匹，年五十五两，公田十三顷。
余官前粟30贯石，驱米麦同上，卷各16匹，棉50两，直田10顷。从五品，前粟30贯石，驱米麦6称10。春秋罗林各5匹，卷各20匹，棉80两。外官前粟25贯石，驱米麦各4称10，卷各10匹，棉40两，公田7顷。谋客前粟20贯石，余皆无乔家不足，都前辖无直田。正6品，前粟25贯石，麦50，卷各17匹，棉70两。外官与从6品皆前粟20贯石，驱米麦3称10，卷各8匹，棉30两，公田6顷。从6品前粟22贯石，麦50。春秋卷各15匹，棉60两。乌鲁古副使同无直田。正7品前粟22贯石，麦40，一卷各12匹，棉55两。外官诸同知州军都转运判，诸福推官，诸节度判，诸观察判，诸京县令，诸据县令，提举南京京城，归错渠河官，诸都巡检，诸九曲盐税赋，诸镇江前粟18贯石，驱米麦各2称10，春秋一卷各7匹，棉25两。诸司属令，诸府军都指挥，奉同上，无直田。同官使前粟18贯石，驱米麦各1称10，一卷各6匹，棉30两，无直田。从7品前粟17贯石，麦40，一卷各10匹，棉50两。外官统军司知事前粟17贯石，麦40，一卷各10匹，棉50两。诸镇军都指挥使前粟18贯石，驱米麦各2称10，一卷各7匹，棉25两。诸招讨司勘事官，诸县令，诸警巡副，京兆府竹监管沟，五品盐使司判，诸部突里同提举上京黄城司，同提举南京京城所黄河都巡河官，诸九税榷场使前粟17贯石，驱米麦各2称10，一卷各7匹，棉25两，直田5顷。惠安官使诸知镇城堡寨前粟15贯石，驱米麦各1称10，一卷各6匹，棉20两，直田4顷。正8品朝官前粟15贯石，麦30，一卷各8匹 ，PG 823，棉45两。外官侍令诸录事、诸防御判、赤县丞、诸据县丞、崇福扫都巡河官、诸九税使、促使、榷场副、诸都巡检。前粟15贯石，驱米麦各1称10，一卷各6匹，棉20两，直田4顷。乌鲁古判官奉同上，无直田。按察司知事大兴府知事招讨司知事诸副都巡检使前粟13贯石，驱米麦各1称10，一卷各6匹，棉20两，直田2顷。诸司属丞奉同上，无直田。诸节镇以上司狱诸副将前粟13贯石，一卷各3匹，棉10两，直田2顷。南京京城所管沟京府诸司使管沟
河桥诸官渡稽查官，同乐园管沟，南京皇城使，通州仓使，前粟衣十二贯石，衣卷各三匹，年衣十两。节政诸司使，中运司柴炭厂使，前粟衣十贯石，衣卷各二匹，年八两。从八品朝官，前粟衣十三贯石，卖三十，衣卷各七匹，年四十两。外官南京交钞库使，诸统军按察司之法，前粟衣十三贯石，卖三十，衣卷各七匹，年四十两。诸州军判官，诸京县丞，诸次据县丞，诸三品盐司判官，漕运司管沟，永丰广备库副使，左右别驻院牧场使，前粟衣十三贯石，驱米麦各一称石，衣卷各六匹，棉二十两，直田三顷。诸模糊，诸以礼敬，前粟衣十三贯石，卖二十，衣卷各五匹，棉衣十五两，直田三顷。正九品朝官，前粟衣十二贯石，卖二十，衣卷各六匹，棉三十五两。外官南京交钞库赋，前粟衣十二贯石，卖二十，衣卷六匹，棉三十五两。诸警巡判官，前粟衣十三贯石，驱米麦各一称石，衣卷六匹，棉衣十两，直田三顷。诸县丞、诸九税副使，前粟衣十二贯石，卖一十五斗，衣卷各五匹，棉衣十七两，直田三顷。侍臣、诸司后、诸主簿、诸路判、诸县尉、散巡河官、黄河扫物料场官，前粟衣十二贯石，卖一十，衣卷各三匹，棉衣十两，直田二顷。管沟四周排案监巡检、副都巡检、诸巡检、奉吏同上，并无麦及直田。诸盐场管沟左右别。PG 824。驻院牧场副永丰广备库判，前粟衣十二贯石，衣卷各三匹，棉衣十两，直田二顷。诸部将对江，前粟衣十二贯石，卖一十，衣卷各三匹，棉衣十两，直田二顷。店宅物管沟，前粟衣十二贯石，年卷同上。京府诸司副、南京皇城副、通州仓副、同管沟河桥诸副稽查，前粟衣十一贯石，衣卷各二匹，棉八两。诸州军司狱，前粟衣十一贯石，衣卷各二匹，棉八两，直田二顷。节政诸司副、中运司柴炭厂副，前粟衣十贯石，衣卷各二匹，棉八两。从九品朝官，前粟衣十贯石，卖二十，衣卷各五匹，棉三十两。外官朱教授，前粟衣十二贯石，卖一十，衣卷各三匹，棉一十两，直田二顷。三品以上官司之法，前粟衣十贯石，卖一十，衣卷各三匹，棉一十两。司后判官，前粟衣十贯石，衣卷各二匹，棉八两，直田二顷。诸房次军衔，奉同上，无直田。朱雀场同管沟，左右别驻院牧场判，前粟衣十贯石，衣卷各三匹，年六两。诸京作院都监、通州仓判，五品以上官司之法，前粟九贯石，衣卷各二匹，
年六两。诸辅佐院都监，诸扫物料场都监，前宿八贯十一卷各一匹，年六两。诸节正坐院都监，诸司都监，前宿八贯十一卷各二匹。诸司同监，前宿七贯十卷同上。陕西东路德顺州世袭番巡检分历月之前宿一十贯十一卷各二匹，年一十两。陕西西路元州世袭番巡检月之前二贯三百九十文，米四十五斗，卷三匹。河东北路加州等处世袭番巡检月之前宿一十贯十卷二匹，年一十两。公为岁给太后、太妃宫，每岁各给钱二千万，彩二百段，卷千匹，年五千两。朱妃岁给钱千万，彩百段，卷三百匹，年三千两。平以下钱五百万，彩五十段，卷二百匹，年两千两。贞元元年，妃、嫔、婕妤、美人及宫膳女侍并先勺长春院供应人等，遂给钱帛各有差。 PG 825。凡内职真佑之至正一品，遂钱八千贯，币百段，卷五百匹，年五千两。正二品遂钱六千贯，币八十段，卷三百匹，年四千两。正三品岁钱五千贯，币六十段，卷二百匹，年三千两。正四品岁钱四千贯，币四十段，卷百五十匹，年两千两。正五品上宫夫人岁钱两千贯，币二十段，卷百匹，年千两。上宫左右夫人至宫正夫人钱千五百贯，币十九段，卷九十匹，年九百两。宝华夫人以下至资明夫人钱千贯，币十八段，卷八十匹，年八百两。有大小令人，大小陈玉，大小进士奉各一。正六品上一御史以下钱五百贯，币十六段，卷五十匹，年二百两。正七品司正御史以下钱四百贯，币十四段，卷四十匹，年百五十两。正八品典一御史以下钱三百贯，币十二段，卷三十匹，年百两。正九品掌仪御史以下钱二百五十贯，币十段，卷二十六匹，年百两。百司承应奉给省令史、议史钱粟一十贯十卷四匹，年四十两。省通事、枢密令史、议史钱粟十二贯十卷三匹，年三十两。枢密通事、六部御史、台令一史钱粟一十贯十一卷三匹，年三十两。六部等通事、告院令史、国史院书写、随府书表、亲王府之后郎君、典客署引接书表钱粟八贯十卷二匹，年二十两。走马郎君一品子孙十贯十，内之八贯十，班之七贯十，并卷二匹，年二十两。护卫长之正六品俸长行从六品俸福宝郎奉御东宫护卫长钱粟十七贯十卷八匹，年四十两。东宫护卫长行十五贯十
绢四匹，棉四十两。比彦成凤阁门之后，是为清军百户，十二贯石，绢四匹，棉三十两。非护卫，奉旨服宝典书，东宫入殿小邸，十贯石，绢三匹，棉三十两。乐留则天二贯石，上衣奉玉捧案秦直奉辇之把书画，随库本把，左右藏库本把，仪鸾举本把，上辇举本把，非奉事。八贯石，绢三匹，棉三十两。 PG 826。是为清军五十户，九贯石，绢三匹，棉三十两。为戏班，绢三匹，棉二十两。长行七贯石，绢二匹，棉二十两。弩散石浆八贯石，散子五贯石。太医长行八贯石，正奉上太医十贯石，副奉上同随卫陈应都监，未及十五岁者六贯石，从八品七贯石，从七品八贯石，从六品九贯石，从五品十贯石，从四品十二贯石。指掌文书者天之三贯石，牌子头等天之二贯石，司天四科人，九品六贯石，八品七贯石，六品九贯石，五品十贯石，四品十二贯石。指教授管钩十贯石，学生前三贯米五斗典课书表八贯石，绢二匹，棉二十两。东宫笔砚六贯石，上旧寿衣秘书兼楷书六贯石，秘书秦琦等待诏七贯石，驼马牛羊裙子及烙人皆三贯石。诸史司都监十职二十万贯以上六十贯，十万贯以上五十贯，五万贯以上四十贯，三万贯以上三十贯，二万贯以上二十五贯。诸院务监官十职五千贯以上监官二十贯，同监十五贯。两千贯以上监官十五贯，同监十贯。一千贯以上监官十五贯，一千贯以下监官十贯。旧制，凡监领史司院务之商税，增者有赏，亏者克俸。大定九年，上以吏非禄无以养廉，于是只增亏分数为殿罪，乃罢克俸，给赏之制，而监官酬赏仍旧。二十年，诏十万贯以上盐酒等事，若亏额五厘，克俸一分。奏随处提点院务官赏格，其审除以上提点官，并运司清管院务，若能增者十分为律以六分入官，二分与提点所官，二分与监官充赏，若亏亦依此立刻俸，若能足数则全给。大定二十二年，定每月先支其半外，如不亏则全支，亏一分则克其一分，补足贴之。随录史司院务并房场，立多亏客。上曰：若其实可减处，约量裁减，一公司两便也。二十三年，以审除提控官与运司至司处，亏客一分，客俸一分，其罚设重。亦命先给月俸之半，于半宴所亏分。PG 827。数客罚补，公田则不在客县。二十六年四月，奏定院务监官亏
永培长阁。诸金府运司提刑司节正房次等汉人女职契丹司吏义使通史孔目官八官押司官七官前后行六官诸房次以上女职契丹司吏义使通事不问千里内外前七官宫田三顷诸盐使司都牧十四官司吏六官诸巡院司县司狱等司吏有义使通事者同前五官凡诸吏人月之大至五十章小至五百章比二管末二定诸职官上任不过初二日罢任过初五日者给当月俸或受差及因公干未能之官者即呈外厅给到任禄若文牒未至前官在任及后官已到前官拆出其禄两支植田皆给后官凡植田母取粟三斗草一称仓场随月俸之俸屈则随职折甲诸亲王受任者禄从多植田从职朝官兼外者同六十以上即位六十而并治事者给其禄半臣应及军功初出职位立治事虽未六十者亦给半禄内外吏员及诸局分臣应人并告至百日则停给除臣给甲者俸禄职田皆以半给一卷则全给皇家坦免以上亲户别给夫王妻一同若同居兄弟收充猛安谋克及历任臣应人者不再给县大功以上前粟一十三贯十春秋一卷各四匹小功粟一十贯十春秋一卷各三匹司马坦免前粟八贯十春秋一卷二匹诸持一级长行马直官日给为奉宣审院台部委差或许差者下文治所等官同一品三贯文二品二贯文三品一贯五百文四品一贯二百文五品一贯文六品八百文七百六百文八品九品四百文有职事官日给外路官往回口券一上款给一品二贯五百文二品一贯六百文三品一贯二百文四品一贯文五品九百文六品七百文七品六百文八品九品四百文无职事官并验前职日给无前职者以应事及呆却职 PG 828是给之四品一贯三百文五品一贯二百文六品九百文七品七百文八品九品五百文隋朝吏员宣差及审部差委官踏逐者引者一同及统军司按察司书吏一人本局差委及随主者日给钱各一百五十文验赐各部官僚以下日给米粮分利五草地处内亲王给马二十五匹草料亲王米一石宰执七斗王府三斗府卫二斗员外郎司马各一斗六升监察御史尚书省都事大理司职六部主事各八升检知法七升省令一使六升院台令一使省通事各五升院台通事六部令一使通事省知后郎君
使库都监各四升，告院令史、枢密院宜剌各三升，王府知府、王府及省知应知省、御史台通饮，王府校读、王副府尉等下司吏、外路通事、省医公调矫将，招讨司宜剌各二升，写告诸之后人本破人同大臣官院子九将柴火各一升，万户一斗六升，猛安八升，谋客四升，仆辇二升，镇军阿里喜其鼓吹笛司吏各一升，诸外方进贡及回赐，病人使长行马，每匹日给草一称，粟一斗。宫中东宫同臣应人因公差出，皆宴见请前粟灌食，口给食料，若系本职者助臣不再给。现其常破马草料局分，如被差常行马公干本之草料，即听宴日客除，若特奉宣差勾当者，依本格十八贯石以上九百文，十七贯石八百六十文，十五贯石以上五百四十文，七贯石以上四百六十文，六贯石四百二十文，五贯石三百八十文，四贯石三百三十文，三贯石二百八十文，二贯石二百三十文。诸事护卫清军，听自启发日为始，继承至都，比至事补。其间各日给口劝，若减退还家者，亦宴回城给之。未起贤住口，数不在知县。其赈收之后再减退者，亦给人三口米粮钱一百文，马二匹草料。诸千军赴镇防处，即班之冲压地横差别路够当千里以上者，沿路各日给米一升，马一匹草料。无马有驴者，各之一本格。车驾巡幸，故宫马夫三百文，步夫二百三十文。PG 八百二十九。为俄夫随臣干半人各二百文，传递果子夫一百五十文。车驾巡幸，若于私家内安置行宫者，约量给赐断匹。太庙神除慈济度够当人，少府兼随色工匠，不易官授给官司吏，前粟二贯石。春秋衣卷各一匹。诸局作匠人请奉，秀女都管前粟五贯石，都绣头前粟四贯石，副绣头三贯五百石，中等细绣人三贯石，次等细绣人二贯五百石。习学本把正半人前之次等之半，描绣五人前粟三贯石，司隶二人三贯石，修内司座头五贯石，工匠四贯石，春秋衣卷各二匹。军夫除钱粮外，日之钱五十，米一升半。百姓夫每日之钱一百，米一升半。国子监雕字匠人，座头六贯石，副座头四贯石，春秋衣卷各二匹。长行三贯石，设良军将前粟三贯石，春秋衣卷各二匹，习学给半。初习学将前六百，米六斗。春秋卷各一匹，布各一匹。名将日之前一百八十文。诸隋朝五品以下执事官身故，因公差出，即以礼去任，为给解忧者，生故同赝品从去乡的礼之给金遣钱，并受执事给之，下条陈应人准此。若外路官员在任依礼生故者，皆依上
官平的礼减半给之。若系五百里内不再给县，五百里外五品。一百贯，六品七品八十贯，八品九品六十贯。一千里外五品。一百二十贯，六品七品一百贯，八品九品八十贯。两千里外五品一百七十贯，六品七品一百五十贯，八品九品一百贯。三千里外五品二百五十贯，六品七品二百贯，八品九品一百五十贯。诸隋朝臣印人参故应给金遣钱者，护卫东宫、护卫同奉御福宝都审枢密院御史台令一史同九品官通事宗政府六部令一史统军司书史一书按察司书史同清军检九品官五分之二通事隋朝书表吏员议人统军司通事守当官按察司书吏议人分置都水监典吏同及诸局分臣应人五位均同减五分之三天寿节设施老及平民前数在都期 PG 830百贯公及兼给诸金二十五贯此以下并系省钱给诸府二十贯文诸节正一十五贯文诸房次州军一十贯文诸外县五贯文城寨系保证同诸孤老幼及人各月给米二斗钱五百文春秋衣卷各一匹五岁以下三分给二生死者给钱一贯埋病诸因灾伤或遭贼精确饥荒去处良民典故冒卖为屈欲恩官赎为粮分利若原价钱给男子一十五贯文妇人同老幼各减半六岁以下即听出离不在赎换之限诸事数成言利害若有可采行之便于官民者一宴等地给赏上等银券三十两匹中等二十两匹下等一十两匹其乘数是只从一支若用大事应补官者从吏不革宣宗贞佑元年十二月以粮储不足召隋朝官臣应人奉祭口给之于一世职折之欲指沈臣曰文清君奉素美食以卖六斗折之所省能己而失众心令给本色二年八月使给京府州县及转运司吏人月俸有差就置为吏案恐目官有俸于只给十钱故更定焉三年赵损宫中诸位遂给有差监察御史田炯秀言国家调度行财数月以后停滞所患在之太多收太少若随时财损所知而增其收数可久也因条五事一约朝官及令一使诸司吏员诸局承应人太冗滥以审并之随处屯军皆设计制官徒费奉给不若另有司监总之且沿河亭帐各驻乡兵彼皆白徒皆不可用不若以此军代之以省其出四月以调度不及罢隋朝六品矣下官及臣应人从己人力疏庸前检修内司所役军夫之办精兵处州府司吏减半司县三分减一其余除开封府南京转运司外历减三分之一
有禄官吏而不出进者，并罢给劝。出进者给其办。新定二年正月，诏陕州等处司、县官征税不足，革其俸给何以养廉，自今不复革俸。张化君节度使张行信言，宋宣之使，其事五品而上各有定数，后进廷罢。今 PG 831军官以上奉呆使者有所馈献，至六品以下亦不免如例，而莫能办，则敛所不以与之，至有获罪者，保举现引，特增其俸。然法行至今，而官以西上有未到任者，其所举少而不敷耶？以广选举以补其缺，且臣不亦亲民者也，而独不增，安能尽其亲目哉？ PG 832卷59表第一宗室表。古者太史长叙邦国之世次，辨其姓氏，别其朝暮，上师今人初起完一十二部，其后皆以部为氏。使臣记录有称宗室者，有称完颜者，称完颜者，称完颜者亦有二焉，有同姓完颜，盖叔族若识土门嫡古乃是也。有异姓完颜，盖不仁若欢都是也。大定以前称宗室，明昌以后毕瑞宗会称内族，其实义而已，书名不书氏，其志如此。宣宗赵宗室皆称完颜，不复识别焉。大定太和之间，坦免以上卿皆有属籍，以叙授官大功以上，轰促辍朝，卿卿之道恒焉。真佑以后，谱牒散失，大概仅存，不可单惜。今多其可次第者者于篇，其上摩所系，下摩所成者，不能尽录也。表略：右诸宗室可谱者，凡十一族，虽称系出某地，而不能世次，不谱于各地之下，所以甚也。PG 833卷60表第二交聘表上。天下之事，何有常哉？今人日寻干戈，抚治诸郡，保其疆与，以求臣至于辽也，岂一日哉？即太祖在陈胜以及帝位，辽乃昭之使将，是犹能征胡变，欲谁贺而止之？绝后使者八九往返，终不能定约束。何者？取天下者不逊小节，臣算既定矣，终不违卑辞厚礼而辍功。辽人过继，宋人亦过继。海上之书曰：克辽之后，五代时陷入契丹汉的怨壁下邑，此何计之过也？写任相向百战而得之，卑辞后必以求之，难得而易与人，岂人之情哉？宋之师既有三，撤三关固塞，不能固燕山塞，便经城下之盟结公私之躺，以约直立染除而不立战，而将左称臣。今人岂爱宋人而为何哉？策既失矣，名既屈矣，假使高宗立归德，不得河北，可保河南山东，不然亦不失为晋元帝，其孰能亡之？今不能掩有四海，而宋人以尊称与之，是谁强之邪？今人出于高丽，使通好为敌国，后称臣
夏国史称陈末年为兄弟，于齐国自为弟。宋于今初或以陈礼称表，终以执礼往父称叔。故时其通好与兼有兵争之岁，其盛衰大止，可观也矣。使者或书本阶，或用介寿，两国各因旧史，不必强。同云。表略。PG 834。卷61表第三。交聘表中。表略。PG 835。卷62表第四。交聘表下。PG 836。63列传第一。后妃上。始祖明义皇后得帝司皇后安帝节皇后献祖恭敬皇后昭祖威顺皇后景祖昭肃皇后世祖义简皇后肃宗敬宣皇后穆宗真惠皇后康宗敬熙皇后太祖圣穆皇后太祖光义皇后太祖清献皇后太祖宣献皇后太祖宠妃萧氏太宗亲仁皇后熙宗道平皇后海陵嫡母图丹氏海陵母大氏海陵后图丹氏海陵朱必父古者天子娶后三国来应皆有帝侄凡12女诸侯一娶9女所以正狄妾广济寺习妒忌房银特塞祸乱也后王则应为继室各以其序吾三应则帝侄继室亦各以其序继室者至其内政不敢正其位号礼庙无两父不并尊也鲁成封使两父宋国三应其管事三归春秋皆及之周礼内宰其属则内小臣昏人四人次之九嫔侍妇女御女助女使典副公典司典喜内司服右次之婚义称后立六公三夫人九嫔27侍妇八11御妻不与春秋周礼和后世因人其说后宫遂至数千今代后不取庶族身就之家有周姬其将之意国出诸非皆无位号西宗时有贵妃贤妃德妃之号海陵迎毕后宫禁多元妃淑妃惠妃贵妃贤妃陈妃丽妃淑妃德妃昭妃温妃柔妃凡12位大定后宫减少明昌以后 PG 837大备内官制度诸妃是正一品比三夫人昭仪昭容昭元修仪修容修元充仪充容充元是正二品比九品结余九人是正三品美人九人是正四品才人九人是正五品比二17侍妇宝林27人是正六品玉女27人是正七品彩女27人是正八品比81御妻又有上宫上仪上服上食上寝上宫皆内官也太祖嫡后圣穆生景宣光义生宗干有定册宫清献有宝又之宫故自西宗时圣穆光义清献皆父宣献生睿宗大定父焉故太祖庙父嗣后睿是显
宣接父两后为太宗。景宣、熙宗、张宗是父一后。真、慈、光宪、昭圣虽庶姓，皆以子贵。宣宗册温敦氏，乃赐姓，变古甚矣。故自初起至于国王，列其世次者，其族礼可考见焉。其无与于世道者，至不禄。始祖名义皇后，完颜不仁，年六十余嫁始祖。天会十五年追谥，得帝司皇后，不知何不仁。天会十五年追谥，安帝节皇后，不知何不仁。天会十五年追谥，宪祖恭敬皇后，不知何不仁。天会十五年追谥，昭祖威顺皇后，图丹氏会乌骨论都阁，活赐浑水滴鲁香图丹不仁。其父拔探都鲁海，后性刚毅，人莫敢以为是。宪祖将为昭祖娶妇，曰：“此子勇断异常，柔弱之女不可以为配。”乃为昭祖娶焉。天会十五年追谥，景祖昭肃皇后，唐括氏率水威压村唐括不仁，会多保真。父时披得撒骨指，污者也。后有十度，在父母家好待宾客，父母出，则多置酒馔饷邻里，待于行旅。景祖饮食过人，食人民之活罗，解在景祖记。昭祖曰：“简色之女令席九十 ，PG 838，不可以配。”巫蛊乃闻后性度如是，乃取焉。辽使同干来伐五国普涅部，景祖时后与和孙为侄于拔乙门，而与同干袭取之。辽主以景祖为节度使，后虽喜宾客，而自不饮酒。景祖与客饮，后专听之。翌日，梅述其人所为，无一不忠其其肯。有罪而喧恼者，则自割以示其愤真。军中有被吃罚者，每以酒食慰誉之。景祖行不辄与协行，正是欲送皆与绝焉。景祖没后，世祖兄弟凡用兵，皆秉于后而后行，胜负皆有成犬农月顷刻耕耘亦获，远则乘马，近则策杖，勤于事者免之，宴出早休者训励之。后往一屯村，世祖肃宗皆从。会还览，散达携来，是时已有戏备酒，与乡亲不能平，遂举任相向。后起两执其手。未还览，散达曰：“汝等皆无夫时救人，奈何一旦俱忘无夫之恩，与小儿子辈分争乎？”因自作歌。还览，散达怒乃解其后。还览兄弟起兵来攻，当世时肃宗先已在失利矣，世祖已退乌春兵，与还览战于北爱殿，不仁师数宽逃归，袒甲而至，告曰：“君败矣。”后方忧闷，会康宗来报捷，后乃喜继而还难，散达皆将。后部妒忌，扩略女工，能及穆宗族，当时以为有丈夫之度。云天会十五年追谥，世祖一检皇后，拿览氏。大安元年癸酉岁卒，天会十五年追谥。
肃宗敬宣皇后，蒲察氏。太祖将举兵入告于后。后曰：汝邦家之长，见可则行。吾老矣，吾以我忧，汝亦必不治事。太祖奉商为寿，即奉后出门，欢酒祷天。后命太祖振作，号令诸将。自是太祖每出师骸，折律诸将上夜，献所俘获。天会十五年追谥。PG 839。穆宗真惠皇后，巫蛊论事。天会十五年追谥。康宗靖熙皇后，唐括氏。天会十五年追谥。太祖圣穆皇后，唐括氏。天会十三年追谥。仁赠后复留。肃太尉，荣国公，祖叠湖本司徒，英国公，曾导河乃司空，温国公。太祖光义皇后，裴满氏。天会十三年追谥。太祖清献皇后，歌石烈氏。天会十三年，尊为太皇太后，公号庆元。十四年正月己巳朔，熙宗朝于庆元宫，然后御甘元殿，受群臣贺。是月丁丑，崩于庆元宫。二月癸卯，复葬瑞陵。太祖宣献皇后，蒲散氏，睿宗母也。天会十三年，追册曰德妃。大定元年追谥崇妃，萧氏。熙宗时封贵妃。天德二年正月，封元妃。是月，尊封太妃。海陵母大氏是萧氏甚景。海陵篡立，尊大氏为皇太后，居永宁宫。每有宴集，太妃坐上座，大氏执副礼。海灵机不能平，即杀宗义等，诬太妃以隐恶，杀之，并杀所生子，任王威喝。大定十九年，诏改葬。大宗正臣宗安监护葬事，遣使致祭。上欲复太妃旧号，下礼官义。前代称太妃者，皆以子贵。故者入庙称后系夫，在朝称太系子，与今萧妃氏不同，恐不得称太，只当追封妃号。赵从之，乃封崇妃云太宗亲仁皇后，唐括氏。熙宗即位，与太祖亲献皇后俱尊，为太皇太后，号明德公。赠后父阿鲁树太尉，宋国公，祖宽匹司徒，英国公，曾祖阿鲁索司空，温国公。十四年正月己巳朔，上朝两宫太后，然后御甘元殿受贺。自后岁以为常。皇统元年，上自燕京还京师，朝谒于明德宫。明年上如天开殿，皇子升是使持报太后。太后至大开殿，上与皇后亲迎之。三年崩于明德宫。谥曰亲仁皇后，复葬宫陵。 PG 840。熙宗道平皇后，裴满氏。熙宗即位，封贵妃。天眷元年，立为皇后。复呼达拜太尉，赠曾祖协野司空，祖古沙司徒。皇统元年，熙宗受尊号，册为慈明恭孝顺德皇后。二年，太子继安生。是岁，熙宗年二十四，
喜甚，乃四射，告天地宗庙。米月，册为皇太子，位一岁薨。熙宗在位，宗汉、宗干、宗弼相继秉政，帝临朝端末。虽初年国家多事，而妙算至盛，齐国就庆，宋人请臣，立清政简，百姓乐也。宗弼既没，旧臣亦多误故，后干预政事，摩索忌惮，朝官往往因之以取宰相。季安薨后数年，祭祀不立，后颇撤置。熙宗内不能平，因无聊，纵酒蓄怒，手刃杀人。左丞相亮生日，上遣大兴国以司马光画像，欲吐骨，就马刺之，后亦复赐生日礼物。熙宗闻之，怒，遂仗兴国而夺回所赐。海陵本怀忌于因之一位越甚，萧强之变，从此蒙矣。进士高寿心随，历迁屯雁南，入宿于后。后激怒熙宗，杀左司郎中三合、丈平、张振士秉德，而寿心进得不迁。秉德、唐阔变之间谋起焉，海陵臣之以臣逆乱之计。久之，熙宗激怒，遂杀后，而纳作王长胜妃撒卯入宫祭之。又杀德妃巫蛊论氏、妃家古氏、张氏、裴满氏。明日，熙宗欲是海陵以示熙宗，欲收人心，以后死无罪，降熙宗为东昏王。追谥后为悼皇后，封后父呼达为王。大定间，复熙宗帝号嘉。谥后为悼平皇后，复葬司陵。海陵嫡母图丹氏，宗干之正室也。图丹无子，次世李氏。生长子正王冲，次世大氏生三子，长及海陵庶人也。图丹氏贤，御下有恩义，大氏视之甚敬，相得欢甚。图丹虽养冲为己子，冲与海陵俱为熙宗宰相，冲嗜酒，图丹常则怒之，尤爱海陵。海陵自以其母大氏与图丹嫡妾之分，心常不安。即是熙宗，图丹与太祖妃萧氏闻之，相顾愕然曰：“帝虽失道，人臣岂可治？” PG 841。此图丹入宫见海陵，不曾贺，海陵贤之。天德二年正月，图丹与大氏俱尊为皇太后。图丹居东宫，号永寿宫；大氏居西宫，号永宁宫。天德二年，太后复仆待与大氏复俱赠太尉，封王。图丹太后生日，酒酣，大氏起为寿。图丹方与作客语，大氏记者久之，海陵怒而出。明日，召诸公主宗父与太后与者皆杖之。大氏以为不可。海陵曰：“今日之事，岂能尚如前日邪？”自是嫌隙越深。天德四年，海陵迁中都，独留图单于上京。图丹常忧惧，每中使至，必一一以四命。大氏在中都常思念图丹太后，谓海陵曰：“永寿宫呆无母子甚厚，甚无相望也。”十二月十四日，图丹氏生日，海陵使秘书兼纳和春年往上京为太后上寿。贞元元年，大氏病笃，
恨不得一见。临终谓海陵曰：“汝以我之故，不令永寿公携来中都。我死，必迎至之，是永寿公当如是。”我三年，又丞相仆散师公大宗正臣胡拔鲁往上京奉千山陵。海陵因命永寿公太后与俱来，即使平章正氏萧玉迎祭祖宗子宫于广宁。海陵谓玉曰：“依乌驴山多家制，祭奠礼毕，可奏太后于山水佳处游览。”即至沙流河，海陵迎谒子宫遂夜见太后。海陵命左右约丈二数自随，跪于太后前，谢罪曰：“亮不孝，九阙温静，愿太后痛斥之。不然，且不安。”太后轻抚起之，敕曰：“丈者使去。”太后曰：“今庶民有客家子，立百金之产，尚且爱之不忍吃。我有子如此，宁忍吃乎？”十月，太后至中都，海陵率百官交迎，入居寿康宫。是日，海陵即后宫宰臣以下奉觞上寿，极欢而罢。海陵侍太后于宫中，外及恭顺，太后坐起，自服谒之，常从于辇徒行。太后所欲物或自执之，见者以为至孝，太后亦以为诚然，即谋伐宋。太后见止之，海陵心中亦不悦，每夜太后 PG 842还必愤怒，仍不知其所以。即至汴京，太后居宁德宫。太后使侍婢高福娘问海陵起居，海陵信之，因十四太后动静，凡太后动止，事无大小，福娘夫特莫哥叫福娘曾氏其言以告海陵，即枢密使仆散师公真气丹撒八辞谒太后。太后与师公与酒之，大概言国家世居上京，既徙中都，又自中都至汴，今又兴兵涉江，怀伐宋，疲弊中国。我常见止之，不见听。契丹氏复如此，奈何？福娘已告海陵。海陵亦谓太后以冲为子，冲四子皆成立，恐师公将兵在外，太后或有意图，乃召典检大怀中翰林呆滞卧论上衣举使胡特末武库直长席师使杀太后于宁德宫，命护卫高福慈乐普素卧以兵士四十人从，且戒之曰：“汝等见太后，但言有诏，令太后跪受，急急杀之，聪令艰苦。”太后同汝妹安特多口闭妄言，当令速死。即执明太后左右数人，皆令杀之。太后方出浦，大怀中等至，令太后跪受诏。太后愕然，方下跪，胡特莫从后及之，仆而复起者在高福等亦杀之，年五十三，并杀安特及郡君白散、阿鲁瓦、叉叉、乳母南撒、侍女阿斯、沃里宝、宁德宫护卫温迪罕查次、直长王家奴、撒巴、小弟呼煞等。海陵命焚太后于宫中，弃其骨于水，并杀冲之子谭奴、阿里白、元奴耶卜儿尔逆，归于世宗。自军中召师公还，杀之。即杀
阿斯子孙，撒巴二子，呼沙二子，封高福娘为云国夫人，以特莫哥为泽州刺史，海陵许福娘真南回以为妃，赐银二千两。敕借特莫哥无酗酒欧福娘，欧福娘必杀汝。大定间，侍徒丹氏曰：哀皇后，自泽州谢特莫哥，福娘至终都诛之。其后贬海陵为庶人。宗沃去帝号，复封辽王，屠丹氏降封辽王妃云海陵母。大事天德二年正月，与屠丹氏俱尊为皇太后。大事居永宁宫，曾祖兼嗣赠司空，祖承宝赠司徒，父号天赠太。PG 843为国公，兄兴国奴赠开府仪同三司，为国公。十一月，号天，晋封为王。三年正月十六日，海陵生日，宴宗室百官于武德殿。大事欢盛，饮尽醉。明日，海陵始终始奏曰：太后春秋高，长日饮酒不过数杯，昨见饮酒沈醉，而为天子，故可乐。若肾体不和，则子心不安，其乐安在？至乐在心，不在酒也。及千钟都永寿宫独留上京，大事常以为言。贞元元年四月，大事有疾，召以前十万贯求方药，疾病笃，遗言海陵，当善事永寿宫，勿迎崩。召尚书省，应随朝官，至五月一日方致仕。中都自四月十九日为始，进乐一月。外录自诏书到日后，官司三日不致仕，进乐一月，生中七昼夜。贞元三年，大祥，海陵绿后宫殿窟于邹宫。海陵将迁山陵于大房山，故大事犹在邹宫也。九月，太祖、太宗、德宗子宫至中都，尊谥曰慈献皇后。海陵亲行册礼，与德宗合葬于大房山，身赴太庙。大定七年，降封海陵太妃，消去皇后谥号，即宗干将帝号，封辽王，召屠同丹氏为妃，而大氏与顺妃李氏、宁妃萧氏、文妃屠丹氏并追降为辽王夫人。废帝海陵后，屠丹氏太师协野之女，初为齐国妃。天德二年封为惠妃，九月立为皇后。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后生日，百僚称贺于武德殿。久之，海陵后宫尽多，后宠颇衰。昔的觐见沈章妻张氏常为光阴保姆，耶律彻在北京与海陵游从。海陵使张妻及彻妻侯氏入宫侍候。彻本名神聂，付官钱二千六百余万，海陵皆免之。正隆六年，海陵幸南京。六月癸亥，左丞相张浩率百官营业，海陵被法驾，陈玉露与后及太子光阴共载而入。海陵伐宋后，与光阴居首。海陵遇害，驮满额里也，杀光阴于汴。后至中都，居于海陵母大氏故宫，请之，是宗怜其无衣，召归父母家于上京，遂赐钱两千贯，
奴婢皆给官领。 PG 844。 大定十年卒。海陵为人善事诈，初为宰相，妾应不过三数人。即见大卫沉郁无厌，后宫诸妃十二位，又有昭仪至充元九位，结于美人才人三位，殿直最下，其他不可举数。初即位，封其国妃图丹，是为惠妃，后为皇后。第二娘子大氏封贵妃，第三娘子萧氏封昭容，耶律氏封修容。其后贵妃大氏晋封惠妃，贞元元年晋封淑妃，正隆二年晋封元妃。昭容萧氏天德二年特封淑妃，贞元二年晋封宸妃。修容耶律氏天德四年晋昭元，贞元元年晋昭仪三年晋封丽妃。即位之初，后宫只此三人，尊卑之序，等威之变，若有可观者，及其耻心计蒙淫四股，或不可复正矣。昭妃阿里虎姓蒲察氏，驸马都尉梅里野女，出嫁宗盘子阿虎蝶，阿虎蝶珠再嫁宗室南家，南家死，是时南家父突格素为元帅都监，在南京。海陵亦从梁王宗弼在南京欲娶阿里虎，突格素不从，遂止。即篡位方三日，召遣阿里虎归父母家。月两月，以婚礼纳之。数月，特封贤妃，再封昭妃。阿里虎氏九，海陵则让之，不听，由是宠衰。昭妃出嫁阿虎蝶，生女仲杰。海陵与仲杰乱，阿里虎怒仲杰，披其甲，颇有抵资之言。海陵闻之，悦不悦？阿里虎以一服夷前夫之子，海陵将杀之。图丹后律诸妃贫求哀，乃得免。凡诸妃位皆以侍女服男子衣冠，号贾思儿，有甚歌者。阿里虎与之痛卧起，如夫妇。除毕三娘以告海陵，海陵不以为过，为借阿里虎误吃追三娘，阿里虎绑杀之。海陵闻昭妃何有死者，亦度是三娘，曰：若果尔，吾必杀阿里虎。问之，果然。是月，光阴深月，海陵思计，不行路。阿里虎闻海陵将杀之也，即不食，日焚香祷祝，寄托死。余月，阿里虎以为遁，不知所为。海陵使人亦杀之，并杀氏婢及三娘者。 PG 845。 贵妃定歌，姓唐阔氏，有容色，崇义节度使乌代之妻。海陵旧常有私，氏婢贵歌与之之慢，乌代在阵，每遇元会生辰，使家奴格鲁格温亦却上寿。定歌亦使贵歌后问海陵及两宫太后起居。海陵因贵歌传与定歌曰：自古天子亦有两后者，能杀汝夫以从我乎？贵歌归，具以海陵言告定歌。定歌曰：少时丑恶，是以可耻，今儿女已成立，岂可为此？海陵闻之，使谓定歌：汝不忍杀汝夫，我将族灭汝家。定歌大恐，乃以子乌踏卜为辞，
曰：“彼常是其父，不得变。”海陵即赵屋，踏卜为福宝之后，定歌曰：“事不可止矣。”因屋待醉酒，令格温、格鲁亦杀屋待。天德四年七月也，海陵闻屋待死，诈为哀伤，以葬屋待，即纳定歌宫中为娘子。贞元元年，封为贵妃，大爱幸，许以为后。每同辇游瑶池，诸妃不从之，海陵必宠悦多。定歌西的见一日独居楼上，海陵与他妃同辇从楼下过，定歌望见，号呼求去，祖骂海陵，海陵扬为不闻而去。定歌自其夫时，与家奴言起而通，常以衣服以起而即为贵妃，起而以妃家救人，给事本位。定歌既愿海陵书己，欲复与其而通。有比丘尼三人出入宫中，定歌使比丘尼向其而所索，以衣服以调之。其而识其意，笑曰：“非今日富贵忘我耶？”定歌欲以计纳其而宫中，恐昏者所知，乃令侍儿以大妾甚谢衣其中，遣人载之入宫。昏者所知，见妾中皆谢衣，故以悔惧。定歌使人诘责昏者曰：“我天子妃，轻体之衣，尔故玩事，何也？我且奏之。”昏者惶恐曰：“死罪，请后不敢。”定歌乃使人以妾甚起而再入宫中，昏者果不敢复所，起而入宫十余日，使衣妇人衣杂诸宫婢，抵目遣出。贵歌以告海陵，定歌一死，起而及比丘尼三人皆伏诛，封贵歌升国夫人。初，海陵既使定歌杀其夫乌代，使小弟药师奴传旨定歌告以纳之之意。药师奴知定歌与言起而有奸，定歌以奴婢十八 PG 846口录药师奴使无言与起而私事，定歌拜杖药师奴百五十先是。药师奴常到欲待当死，海陵视其罪逐去，即迁中都府，召为小弟。即药师奴既以逆定歌监视备杖，后于秘书监闻据语，灵寿县主有奸，闻杖二百除名，药师奴当斩。海陵欲杖之，谓近臣曰：“药师奴于朕有功，在杖之即死矣。”丞相李笃等之，奏药师奴于法不可恕，遂伏诛。海陵以格温、格鲁为护卫，格温累官长安县令，格鲁累官襄城县令，大定初皆除名。立妃时歌者，定歌之妹，秘书兼文之妻也。海陵思之，欲纳宫中，乃使文庶母暗兜瓜主文家。海陵谓暗兜瓜曰：“必出而复，不然我将别有所行。”暗兜瓜以与文，文难之。暗兜瓜曰：“尚未别有所行，是欲杀汝也，岂以一妻杀其身乎？”文不得已，与石歌相持痛哭而绝。是时，海陵迁都至中京，遣石歌至中都，拒纳之。海陵召文至便殿，使石歌会谈戏文以为笑。定歌死，遣石歌出宫。
部署日复召入，封为修容。贞元三年，晋昭仪。正隆元年，晋封柔妃。二年，晋立妃。柔妃弥勒，姓耶律氏。天德二年，使礼部侍郎萧拱取之于汴，过燕京。拱复重功为燕京留守，见弥勒身形非若处女者，叹曰：“上必以夷杀拱矣。”即入宫，果非处女，明日遣出宫。海陵心疑萧拱，竟致之死。弥勒出宫数月，复召入，封为充元。封其母张氏升国夫人，伯母兰陵郡君萧氏为拱国夫人。萧拱妻则特懒，弥勒女兄也。海陵既夺文妻十歌，却以则特懒妻文。继而诡以弥勒之诏，召则特懒入宫，乱之。其后弥勒进封柔妃云昭妃阿懒，海陵叔曹国王宗敏妻也。海陵杀宗敏而纳阿懒。宫中贞元元年，封为昭妃。大臣奏宗敏属敬尊行不可，乃令出宫。修仪高氏，秉德第九里妻也。海陵杀诸宗室，是其妇女。PG 847。宗本自杀鲁次妻，宗固子胡李次妻，胡师来妻及九里妻，皆与纳之宫中，讽宰相奏请行之。使徒丹真讽萧玉曰：“朕似序位广，此党人妇女有朕中外亲，纳之宫中何如？”玉曰：“尽杀。”宗室中外异议纷纭，奈何复为此邪？海陵曰：“无故之欲，不肯从。”乃使真自以己意讽玉，必欲玉等请其事。真谓玉曰：“上意已有所属，公固止之，将臣及矣。”玉曰：“必不肯。”以为上则焉。真曰：“必欲公等白之。”玉不得已，乃其奏，遂纳之。未几，封高氏为修仪，加其父高耶鲁瓦辅国上将。君母完颜氏封密国夫人。高氏以家世诉于海陵。海陵自熙宗时幸见到后干政，心恶之，故自即位，不使母后的御政事。于是遣高氏还父母家，诏上书省，凡后妃有请于宰相者，收其使以闻。昭元察八，姓耶律氏，常许驾西人萧唐古代。海陵纳之，封为昭元。唐古代为护卫察人使侍女席辇以软金鹌鹑带数枚，移之。是绝。是时，唐古代夜告在河间邑，召问之。唐古代已时对海陵是其罪。海陵登宝昌门楼，以察八训诸后妃，首任及之，堕门下死，并诸侍女席辇。寿宁县主石鼓，宋王宗望女也。晋乐县主仆次及席辇，梁王宗婢女也。师姑儿，宗眷女也。皆从姐妹。混同郡君杀李谷，真及其妹于都，太傅宗本女也，再从姐妹。陈国夫人仲杰，宗盘女孙，再从兄之女。及母大氏表兄张定安妻奈次乎，立妃妹普鲁乎止，皆有夫，为石鼓丧夫。海陵摩所记耻，使高师姑
内哥、阿骨等传达言语，皆与之思。凡非主宗父常思之者，皆分属诸妃，出入位下。乃赐呼出入元妃位，普鲁胡指出入丽妃位，沙里古田于都出入贵妃位，石鼓众杰出入昭妃位，仆次师姑儿出入淑妃位。海陵使内歌召石鼓先于暖位小殿置秦软其中，然后召之。石鼓以色衰，常讥其衰老以为笑为习。 PG 848念沙里古真最宠，世事痴绝其夫。海陵使席碾夫稍喝压护卫直宿，沙里古真夫撒宿进士局直宿。谓撒宿曰：“尔妻年少，欲尔之宿，不可令宿于家，常令宿于妃位。每召入，必亲祀。后廊下立酒，则坐于高师姑膝上。”高师姑曰：“天子何劳苦如此？”海陵曰：“我故以天子为义德耳，此等其会难得，乃可贵也。”每于卧内便设第一裸烛以为戏，沙里古真在外为淫逸。海陵闻之大怒，谓沙里古真曰：“尔爱贵官，有贵如天子者乎？尔爱人才，有才兼文武似我者乎？尔爱娱乐，有丰富伟岸过于我者乎？”怒甚，气焰不能言。少顷，乃抚慰之曰：“吾为我闻之，便尔残语。欲宴会，当行立自如，吾为众所策。”度也，恐至非笑。后金缕召入焉。于都排应松骨刺七也。海陵常曰：“于都貌虽不扬，而肌肤洁白可爱。”仆刺进封守康公主，石鼓进封昭宁公主，沙里古真进封寿阳县主，仲杰进封蓬莱县主。仲杰及昭妃蒲察氏所生，蒲察怒仲杰与海陵迎披其甲，海陵怒蒲察氏，终杀之者也。凡宫人在外有夫者，皆纷翻出入。海陵欲律异姓之，尽遣其夫往上京，妇人皆不听出外。常令教房翻直进中，每信妇人必使奏乐，撤其帷帐，或使人说淫秽语于其前。常信侍女不得，遂使元妃以手左右之，或妃嫔列坐，折律亦淫乱，使共观，或令人笑其形状以为笑。凡座中有嫔御，海陵必自执一物于的，使进士还视之，他视者杀。借宫中给侍男子，于妃嫔未举手者，玩其目。出入不得独行，便炫须四人携往，所思执刀监护，不由路者斩之。日入后，下皆弃行者死，告者赏钱200万。男女仓促勿相处，先申言者赏三品官，后言者死，其言者皆视之。女使辟览有夫在外，海陵封以献君，欲信之，恶其有身。引以涉香水，公自柔拉其腹，欲堕其胎。辟览其哀，欲全性命。苟得乳免，当不举。海陵不顾，竟堕其胎。PG 849。蒲察阿虎蝶女插茶，海陵解庆以公主所生，嫁秉德之弟特李
秉德诸当连坐太后使吴桐请于海陵，由是得免。海陵白太后欲纳插茶，太后曰：“是儿始生，先帝亲抱至吾家养之，至于成人，帝虽旧犹父也，不可。”其后嫁宗至安达海之子以赐补。海陵数十人讽以赐补出之，因而纳之。插茶与完颜，守臣有奸。守臣本名鄂里来，是爵海陵杀守臣，太后为插茶，求哀乃释之。插茶家奴告插茶与舍不道，海陵自临问，则插茶曰：“汝以守臣死立我邪？”遂杀之。同判大宗正阿虎李七朴素婉元妃之妹，因入见元妃，海陵逼迎之。朴素婉自是不复入宫。世宗为己难饮，海陵召夫人乌林踏室。夫人谓世宗曰：“我不行，上必杀亡，我当自免，不以相累也。”夫人行至良乡自杀，是以世宗在位29年，不复立后焉。PG 850卷64列传第二。后妃下睿宗钦慈皇后，睿宗贞义皇后，世宗昭德皇后，世宗元妃张氏，世宗元妃李氏，显宗孝义皇后，晕宗昭圣皇后，张宗清怀皇后，张宗元妃李氏，魏少王后，图丹氏，宣宗皇后，王氏宣宗明惠皇后，哀宗图丹皇后，睿宗钦慈皇后，蒲察氏睿宗元佩后之母，太祖之妹也。睿宗为左副元帅，天会13年薨，追封陆王，后封陆谦妃。皇统6年，晋号晋国王妃。天德间，晋国号镇龙历，亲王指封一字王，睿宗封许王，后封许王妃。世宗即位，睿宗生父追是钦慈皇后，赠后曾祖赛卜司空、韩国公，祖仆次司徒、郑国公，复按卜太尉、曹国公。大定2年，复葬景陵。世宗常曰：“今之女侄不比前辈，虽亲戚世序，亦不能知其详。太后之母，太祖之妹，人亦不能知也。”魏宗续曰：“亦是亲父谭王之妹，知之乎？”宗续曰：“臣不能知也。”上曰：“父之妹且不知，其如疏远何？”19年，后族人劝农使杀鲁窝请致仕，宰相以杀鲁窝未尝例外，请除一外官以君劳役。上曰：“杀鲁窝不贤正事，不可使至明，虽太后妻属，富贵之可也。”不听。贞义皇后李氏，世宗母辽阳人，复除额指，是辽官至贵州观察使。天府间选东京士族女子有资德者，赴上京后入睿宗邸。7年，世宗生。天会13年，睿宗薨。世宗10年时 PG 851-3，后教之有一方常密谓所亲曰：“吾儿有其乡，贵不可言。”居上京，内置谨严，赃货皆守规矩，衣服饮食器皿无不精洁，敦睦亲族，周给贫乏，宗室中甚敬之。后姓明敏，
刚正有觉，容貌端整，言不妄发。旧俗，妇女寡居，宗族皆恤之。后乃铸发为比丘尼，号通。会元明大师，次子一，归辽阳，营建清安禅寺，别为尼院居之。贞元三年，世宗为东京留守。正隆六年五月，后卒。世宗哀悔，过礼，以丧去官。未几，其父为留守。是岁十月，后帝李时定。册，世宗即位于东京，尊谥为贞义皇后，其请元曰孝宁公。大定二年，改葬睿宗于景陵。初，后自建浮屠于辽阳，是为垂庆寺。临终谓世宗曰：“乡土之念，人情所同，无以用浮屠法制塔于此，不必合葬也。我死无忘此言。”世宗深念疑，命乃即东京清安寺建神御殿，召有司增大旧塔，起奉资殿于塔前。敕礼部尚书王敬为塔名以续其意。赠后曾祖参军司空、陆国公、祖波司徒、魏国公、复除而指太尉、隋国公。四年，封后妹为邢国夫人，赐银千两，锦旗二十端，绢五百匹。九年，神御殿名曰报德殿，召翰林学士张景仁作清安寺碑，其文不称旨，召左丞石居共修之。十三年，东京垂庆寺起神御殿。寺的匾匣，照假傍敬明的，忧与其职，不愿御者以官的一之。二十四年，世宗至东京，幸清安垂庆寺。世宗昭德皇后，乌林塔氏，其先居罗伊河，是为乌林塔部。常律部族来归，居上京，与本朝为婚姻家。曾祖圣管，康宗时累使高丽副使土黑，其设绝伦，从太祖伐辽，领行军猛安，虽在行无间，不是杀人。以公受世袭谋客，为东京留守。后聪明孝慈，容以整肃，在父母家，宗族皆敬重之。既归世宗，是舅姑孝敬，治家有序，甚得妇道。睿宗伐宋，得白玉带，盖帝王之福玉也。睿宗没后，世宗保处之。后谓世宗曰 ：“PG 852，此非王邸所宜有也，当献之天子。”世宗以为然，献之熹宗。于是道后大喜。熹宗晚年颇酗酒，独于世宗无见然。海陵篡立，身继宗室。乌代赠秉德以为义在阁王。秉德诛死后，劝世宗多献真义以说其心，如故辽古堵西佩刀、吐谷粮、御茶器之类，皆其宝也。海陵以世宗恭顺未己，由是祭客之心颇解。后不妒忌，为世宗则后房广济寺，虽显宗身后而此心不疑。后常有疾，世宗为是医药，数日不离去。后曰：“大王室妾过后，其知者以为是疾，不知者必有专度之嫌。”又曰：“妇道以正家为大，弟恐得薄，无补内治，安能效贫妾所为，为欲己后也。”世宗在济南，海陵召后来中都。
后念若生死极难，海陵毕。杀世宗，为奉诏去极难而死，世宗可以免。谓世宗曰：“我当自免，不可累大王也。”赵王府臣仆张景言谕之曰：“汝王之负心人也，唯我蹈诸东岳，我不负王，使皇天后土民见我心。”赵家人谓之曰：“我自初年为父以至今日，未尝见王有为道之事。今宗室往往被疑者，皆奴仆不良，傲恨其主，以诬陷之耳。汝等皆先国王时救人，当念救恩，无或妄图也。为此言者，我死后于民中观汝所为，众皆泣下。后既离极难，从行者之后，必不肯见海陵，将自为之所防护甚紧。行至良乡，去中都七十里，从行者防之稍缓，后的奸即自杀。海陵有一事，宗教之使然。世宗自济南改西京留守，过良乡，使鲁国公主葬后于宛平，献土鲁元。大定二年，追册为昭德皇后，立别庙，赠三代。曾祖圣管司空、徐国公，曾祖母完颜氏徐国夫人，祖庶司黑司徒。代国公、祖母完颜氏、代国夫人、副使土黑太尉、沈国公、母完颜氏、沈国夫人。敕有司改葬，命皇太子致殿。以后兄徽子天。PG 853。昔为太尉，使土黑后受世袭蒙安。上谓天熙曰：“朕四五岁时，与皇后订婚，乃祖太尉至朕于膝上曰：‘吾婿妻人，此婿最幼。’后来必大无门，今薄葬有其酬席之言宴矣。”六年，立摄军节度副使乌林踏超务捕陶军受赃。当代有司奏超务后大公卿，当以诏论如法。八年七月，张宗上，世宗喜甚，谓显宗曰：“得社稷种嗣，朕乐何极？此皇后已尔以应得也。”十年十月，将改葬太尉时土黑，有司奏礼仪，原唐葬太尉李良器、司徒马遂故师，百官便服送至都门外五里。上曰：“前改葬太后父母，未常用此故事，但以本朝礼改葬之，为亲戚。”接送赵皇太子灵殿。十一年，皇太子生日，世宗宴于东宫。酒酣，命玉国公主起舞。上流涕曰：“此女之母皇后，妇道至矣。朕所以不立忠公者，念皇后之德，今无其比故也。”十二年四月，立皇后别庙于太庙东北隅。是岁五月，车驾姓氏鲁元致殿。十九年，改卜于大房山。十一月甲寅，皇后子公至近郊，百官奉迎。乙卯，车驾如阳村致祭。丙辰，上登车送哭之痛。戊午，奉安于盘宁宫。庚申，葬于坤后陵。朱妃赴焉。二十九年，复葬新陵。张宗时，有司奏太祖室友昭德，字改谥明德皇后。元妃张氏，父玄贞，母高氏，
与世宗母真义皇后加福亲。世宗纳为次世，升诏王永忠而张氏卒。大定二年，追封陈妃。是岁十月，追晋惠妃。十九年，追晋元妃。大定二十五年，皇太子薨。永忠于诸子最长，而世宗与徒丹克宁亦立张宗为太孙。世宗常曰：“克宁与永忠有亲，而见亦立太孙，真社会继承也。”尚书左丞汝弼者，玄真子永忠美酒。汝弼妻高陀卧履以邪言处永忠，化元妃相，朝夕视之。PG 854。既望角服，即邪左道。明昌五年，高陀卧诸死，是连汝弼及永忠。汝弼以死后视觉的不追销官爵，而张宗兴以永忠累年不仕。见官甲首迁，禄夺尚书玉宽解上意，张宗悦不悦？平章正是完颜守贞持其事不肯决，张宗怒守贞，罢之济南府。诸见官皆斥外，赐永忠死。今代外戚之祸，为张氏云。元妃李氏，南阳郡王李时女。深圳王允道，魏少王允济，陆王允德，豫王允臣母昭仪梁氏早卒，上命允臣为妃养子。大定元年，封贤妃。二年，晋封贵妃。七年，晋封元妃。世宗即位，感念昭德皇后，不复立后。常曰：“朕所以不复立后者，今后宫无皇后之贤故也。元妃下皇后一等，在诸妃上，时有定册宫，世宗后而升至之，宠以尚书令之位，而则臣左右丞相。以下妃虽贵，不得御政，宫胡无事？”大定二十一年二月，上如春水，赐长春宫。戊子，妃已及薨。赵允臣、允道、允济、允德皆服衰蝶居丧。己丑，皇太子及护从臣僚奉位于方明殿。辛卯，留守官平章政事堂括安理。曹王允恭等上表奉位。御史中丞张九思提控病逝，少服兼左光庆。大兴少尹王萧典领鲁部仪仗公及兼别治病所，还病京师。以为入自重治门，百官交迎，亲戚迎殿道路，并于兴德宫西为别事。庚子，上至京师，幸兴德宫致殿此葬，三至尊焉。赵平章正是巫蛊论元中监护葬事。癸未，起取上辍朝。皇太子亲王宗戚百官送葬。甲申，葬于海王庄。丙戌，上如海王庄烧饭。二十八年九月，与贤妃石抹氏、德妃涂丹氏、柔妃大氏俱陪葬于坤后陵。魏少王即位，追谥光献皇后，赠妃帝献可特进。贞佑三年九月，萧皇后号显宗孝义皇后，涂丹氏其先推礼辟次人也。曾祖超从太祖取辽有功，命以所部为猛安，世袭之。祖婆炉火以战功多，内官开府仪同三司、赠司徒齐国公
复征上辽王宗干女。PG 855。梁国公主，家父马都尉，赠太师、广平郡王。后以皇统七年生于辽阳。母孟神人授以宝珠，光艳满室。继物而生，红光烛于庭。后姓庄重寡言，父母常令总家事，喜大必办，诸南不及也。世宗初即位，征为御史大夫，自南京持剑。世宗喜谓之曰：“卿虽废主父兴臣，然未尝助彼为虐，况卿家法可上，其矣。卿女为正子妃。”即显宗为皇太子。大定四年九月，被李清迎于真谛。世宗临宴，尽欢而罢。是年十一月，显宗生辰，出封为皇太子妃。八年七月，上遣宣徽使一次神独卧以明马、宝刀、御膳赐太子及妃，人谕之曰：“妃今临入，愿平安的雄有庆之后，宜以此刀至左右。”继而皇孙生，是为张宗。时上幸金连川，赐兵锦。翌日，上临幸服饰，宴甚欢。又赐玉符佩刀等物，谓显宗曰：“祖宗积庆，且皇后应得至后，而有今日，社稷之宏福也。”又谓李时歌时列至宁曰：“朕诸子虽多，皇后只有太子一人而已。金姓的嫡孙，观其骨相不凡，又生麻达格山，山氏眼气清，朕甚加之，因以山名为张宗小字。后素千景，每为其家事重重，见父母流涕而言曰：“高明之家，古人所记，愿善自保持。”其后家果以海陵事败，尽其远虑如此。世宗常谓诸王妃、公主曰：“皇太子妃容止何度？服侍得中，尔等当法效之。”张宗即位，尊为皇太后，更所居。人受功名曰隆庆公。赵有司遂奉金千两，银五千两，重币五百端，绢两千匹，棉二万两，布五百匹，钱五万贯，他所应用，内库奉之，无拘其数。上月或五朝六朝，而后愈加进简，见诸大长公主、李如平时，敦睦九族，恩济皆和。由恶闻人过，余佞之言无所得入。数以荣物，未尝见喜运。然欲下宫嫔，虽至亲魔所阿训。长解。PG 856。朱直曰：“皇帝以我故，乃推恩外加，当尽忠图报，勿为小善，为无益而弗为，小恶为无伤而弗去。无及无之贵，则似非为，以干国家常献。”一日，昧病国夫人、扫金国夫人等侍侧，因谕之曰：“尔家累素重，且非丰厚，宜节约财用，勿以无为可。是吾受天下之养，岂有所思积哉？况财用者，天下之财用也。吾终不能多取以富尔之私事。家人有以欲于尽者，却之，且曰：贵义物而单财用，非我所欲也。况我之赐予有度，今尔以此为限，何以自己徒费汝财，我实无用，后勿复尔。”明昌元年，
李官亦以五月奉上册宝，后弗许。上吕为之请，后曰：“今世宗服魏忠，具衣锦绣，佩珠玉，与李何安？当似弗阙。”行之。上欲有司曰：“太后执意甚坚，其待来年。”明昌二年正月，崩于隆庆宫，年四十五。谥曰孝义，复葬玉陵。后好诗书有喜老庄学纯淡清逸，造次兴于礼。逮平欲以和平，其有生子而母亡者，视之如己所生。辞训无见。上时问安，见事有未当者，必加之言戒云：“昭圣皇后，刘氏，辽阳人。天眷二年九月己亥夜，后家若见有黄衣女子入其母室中者，俄请后生。性聪慧，凡自过目不忘。初读《孝经》，旬日中卷，最喜佛书。世宗为东京留守，因急求见而其之，始见真义皇后于府中，进退娴雅，无自衰之色。大定元年，选入东宫，时年二十三。三年三月十三日，宣宗生。是日，大雨正殿，后经济的急寻促。成安五年，赠玉陵昭华。宣宗即位，追尊为皇太后，升复显宗庙，追谥昭圣皇后。张宗亲怀皇后，蒲察氏，上京路何素何人也，曾属祖太神。国初有功，累接光禄大夫，赠司空，应国公。祖阿蝴蝶，官至特进，赠司徒，乔国公。父鼎受上西宗正国公主，受驸马都尉。中都陆昏的浑山猛安，何素牡丹世袭谋客，累官至金吾卫上将。PG 857。君赠太尉、越国公。后知始生有红光背体，遗时不退，就养于一季国公主。季长孝景如是所生。大定二十三年，张宗为金元郡王，行纳彩礼。世宗遣进士局使徒丹怀中就赐金百两、银千两、旧马六匹、重彩三十端。拜命间，庆云见于日册，观者一之。是年时一月，被礼亲迎。赵亲王载职三品以上官及命赴会礼，封金元郡王夫人，后晋封妃。崩后姓书名，封仪翠木，知读书为文。帝即位，遂加追册。人诏告中外，奉安神主于坤宁宫，遂时至祭。大安初，赴于道陵。元妃李氏失儿，其家有罪，没入宫籍间。父相母亡系儿，皆为贱。大定末，以监护女子入宫。是时宫教张建教宫中师，而与诸宫女皆从之学。故时宫教以青纱隔帐壁内外，宫教居帐外，诸宫女居帐内，不得面见。有不识字即问意，皆自帐内印纱纸自请问，宫教自帐外口说教之。诸女子终为师而亦为领解，见不知其谁，但识其音声清亮。张宗常问见宫教中女子谁可教者，见对曰：“就中声音清亮者最可教。”
张宗以谏言，求得之。患者良道欲施而才美，劝张宗纳之。张宗好文辞，非性慧侠，能作字，知文艺，尤善伺候颜色，迎合旨意，遂大爱省。明昌四年，封为昭容。明年，晋封淑妃，复相追赠金子光。陆大夫，上柱国，陇西郡公。祖父、曾祖父皆追赠。兄喜而就常为道，与弟铁哥皆卓显进，世清朝廷，风采动四方，设立进进之徒争驱走其门。南京李炳、中山李哲与通谱系超取显美，虚持国父一以至宰相，护才顾位，上下纷然。知其监督，不敢及之，虽及之，莫能去也。割时列职中贪弊不法，张宗知其跋扈，而屡斥屡起，终乱天下。自清怀皇后没事，中宫虚位久，张宗亦属李氏，而国朝故。PG 858。是皆图丹、唐括、蒲察、拿懒蒲散、割石裂、乌林塔、乌谷。论诸部部长之家，是为阴婚，娶后上主，而李氏为甚。至是张宗果欲立之，大臣固执不从，台谏以为言，帝不得已，晋封为元妃，而侍卫勋贺与皇后谋矣。一日，张宗宴宫中，幽人戴帽头者系于前，或问上国有何福瑞，幽曰：“汝不闻凤凰见乎？”其人曰：“知之，而未闻其详。”幽曰：“其妃有似所应意义，若想上妃则风雨顺时，想下妃则五谷丰登，想外妃则四国来朝，向里妃则加官进禄。上孝而罢。”清怀后即妃姬常有子，或二三岁，或数月折腰。成安五年，帝以祭祀未立，导李太庙、山林少府兼张汝由因转队走。皇嗣未立，启圣主亲行礼事之后，遣进城一诸月官庙祈祷。赵司空相往亳州岛太清宫，继而执之，遣刑部员外郎完颜匡往燕。太和二年八月丁酉，元妃生皇子推临，群臣上表称贺宴。五品以上于神龙殿，六品以下宴于东武下。赵平章正侍图丹义报谢太庙，又成完颜匡报谢山林，史实亳州报谢太清宫。祭弥月，赵赐名，封为阁王。阁王世宗初封，大定后不以封城下，由是三等国号无阁。尚书沈奏请于迎王下复阁国号，上从之。十二月癸酉，推临升满三月，敕放僧道度牒三千道，设教于玄贞观，为推临祈福。丁丑，御庆和殿，御皇子召百官用元旦礼仪敬酒称贺，五品以上敬礼物。身凡二岁而薨，兄喜儿累官宣徽使、安国君节度使，弟铁哥累官进士、居士、少府监。至八年，陈玉甲士及范氏皆有身，未及如月，张宗已得叟即颇困。是时魏王永济自武定军来朝，张宗于父兄中最爱魏
王御史既体立之，与在魏少王己。魏王朝辞，是日张宗立即与之急求，谓魏王曰：“叔王不欲做主人，俱欲去邪？” PG 859。元妃在傍，魏帝曰：“此非轻言者。”十一月乙卯，张宗大见魏王未发，元妃与黄门李欣喜议立魏王，使内侍潘守恒召之。守恒颇之书，识大体，谓元妃曰：“此大事，当与大臣议。”乃使守恒召平章政事完颜匡。匡显宗侍读，最为旧臣，有真伐功，故独召之。匡至，遂与定策立魏王。秉承张宗崩，遗诏皇叔魏王及皇帝位。诏曰：“朕之内人，见有生者两位，如其中有男，当立为楚二；如皆是男子，则可立者立之。”魏少王即位，大安元年二月，诏曰：“张宗皇帝以天下众弃婢于邈宫，以只为掖庭内人有生者两位，如得男则立为楚二，身欲多方，矫如天日。朕虽良妃，时受父托，思克父于一意。每取为之尽心，则尽舍以比居，遣一亲而守事。清怀皇后母朕，国公主及乳母萧国夫人昼夜不离，昨闻有爽于安养，以用枕忧。而福宁原命大臣专为调护，今者平章政事仆散端，左丞孙吉康奏言：“臣欲假释当以十一月免辱，今则已出三月，来世未可度之。范氏产期何在正月，而太医复使遗失言言，自年前时一月诊的范氏胎气有损，调治气经，脉息虽和，胎形已失。即范氏自愿于神御前削发为尼，众念先皇帝众属大事，岂其闻此，深用达然。今范氏既已有损，而假释犹或可计，告于先帝，愿降临喜，莫赐保全，早生圣嗣。上恐众庶未究端游，要不逆于波夫，使贤明于无益。”四月，诏曰：“近者有素元妃李氏，前继父恩，自太和妻。”年正月，张宗赞常为御，李氏与欣喜惬意，为楚四位立，欲令宫人诈作有身，即取他而诈冲皇嗣。遂于年前闰月十日，因假臣欲病呕吐，腹中若有积块，李氏与其母王戏儿及李欣喜谋，令假氏诈称有身，似将临月，于李家取而已入，月日不呕则归别取，以为皇嗣。张宗崩，谋不及行。当先帝弥留之际，命平张政事完颜匡都提点中外事务，明有敕旨，我有两宫人有身。 PG 860。 更令赵平章左右并文思语，李氏并欣喜乃敢不依敕旨。